是我大意了，手机呢？被他们毁了，明明就差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要责怪自己。 但是，那是我姐姐用生命换来的证据，就这么毁了。他们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，只是时间问题。我们现在应该想一想，看看哪里还有突破口。 林渊跟我说过，姐姐刹车有问题。刚刚那辆车刹车也有问题。对，林渊在这里，应该有自己的改装厂。我让阿任去找到他。他们把车捞起来，又送回这儿修理了。看来这里就是林渊改造车的地方。如果温好的车也是在这里被动过，他们很可能还留着资料数据。 原来是老乡啊！你们听我解释，在车辆里面植入这个软件就可以操控车辆，和我没有关系啊，我只是拿钱办事而已。没事，资料拷好了吗？ 累吗？你在忙什么呢？你不是在倒时差吗？怎么会来这边？我听说公司资金周转不开，所以我做了几个方案。这个是公益项目，希望能帮到你。好的，小林总，我先去干活了。 小梁总，叫我们大家来是有办法解决资金问题吗？当年复兴策划的万顷文化项目案，集资效果非常不错，再次效仿，应该也不是很难。我的手机不见了，立马对所有人搜身。 关机，他们应该就定位不到这台手机了。
站住！请配合安全检查。走吧。查到监控了，是温鹏拿走的。你真的别跑了吗？交出来，我当这一切没发生过。你去自首好不好？不要让我把证据交给警察。小林总，董事长要你过去。这徐哲清跟温西还活着？我放了他们一条生路。你是不是下不了手啊？对，这个问好的词语啊。有谁跟你说了什么吗？我一直以为温好的事是天赐的意外，刚刚知道原来是你控制了温好的刹车。你呀，你的优柔寡断会害死我们海思记忆。其实，我特别感谢你，在我犹豫的时候，你总是会帮我做出最正确的决定。在我想当个好人玩玩的时候，让我及时悬崖勒马。所以啊。我现在已经没有软肋了，也没有人可以限制住我了。怎么样？你满意了吗？老婆，难道是我把我们的儿子变成了这个样子？喂，查到徐哲清的住处了，要清理掉吗？
我要活的。是。周年快乐，虽然你看到这条短信的时候会觉得很讽刺吧，毕竟我们的未来早就被我背叛，但在这段感情里我真的好幸福。我遇到的你是一个内心有着缺口的男孩，而为了爱我，请问这个在哪里？你选择努力填满它。这边这边还有这边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啊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想干嘛？你先不要紧张，只是你昨天拿了我的衣服盖着睡着了，我看你昨天很累的样子，就没好意思叫醒你，所以不好意思啊，我昨天没有注意看。你还真等我睡醒啊？那不如我请你喝杯咖啡吧。好。在我们相伴的日子里，你努力抓住过阳光，甚至让我觉得偶然撞见你的那些阴郁和痛苦只是我的错觉。你小心翼翼地付出过善意，我相信这不是表象。但我必须要坚守内心的道义，我们的爱情就注定了结局。但我坚信这不是 bad ending， 赎罪完你会拥有崭新的人生，一个不被任何人控制，不再有巨大缺口的人生。那个时候像曾经爱我那样去爱自己，爱这个世界，好吗？Dark.